又一个礼拜，又系时候执下 fantasy。恭喜 Vincent Mon 过完新年都仲系第一联赛歌手，唔知系放假放到懵咗，定系食萝卜糕食到滞咗，竟然唔记得周中有一轮联赛，冇换到人之下，分数有几好，大家心照。嚟紧呢周就冇乜大波，反而有诺域治对曼城同搬尼对利物浦呢啲都几悬殊嘅比赛。车路士因为去咗打世冠，所以同对手阿仙奴齐齐冇波打，同埋曼联今周有两轮比赛，大家都要留意一下。因为今周冇换人，所以嚟紧呢周有得免费换两个人。第一个梗系换心仪咗好耐嘅孙仔孙兴文啦，之后就换走埋已经冇乜货交嘅前锋丹尼斯。换入近三周分数都唔错嘅诺域治前锋阿当伊达，博埋今周沙拿复出，希望个分数会靓仔翻啲啦。记得星期六7:00前 save， 我哋下周再见。